你是我最好的兄弟，江宇，我告诉你，你欺负我的事儿就这么算了，但成绩就没事，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。冤家路窄，月月，你干嘛？还没原谅我？原谅一百分，原谅啊！十万分。我跟你说，这孩子是个小事。你说什么？凭什么敢向你？你是真傻假傻？你看不出我在成全你吗？我和你绝交。我喜欢的是你，你有病吧？你谁呀？你怕我不是你爸？我是你爸，他不是我爸。什么狗屁亲姨，我根本不稀罕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有问题？我有什么问题？假如你有一个尚未谋面的儿子，你会想见他吗？安迪达，我会尽自己所能帮他实现梦想。一言为定。拿了冠军，我能变成队长。他对我最在意。这什么情况？我们两个的意识世界中间的连接断裂了。再轻微的计算引擎召回出现任务，抓住这个漏洞。